不过玉米们不用再等待了啊！经历了8个年头，在延期7个月之后呢，李宇春今年的 Why Me 演唱会终于在青岛开唱了，一起去现场看一看。欢迎大家来到第8年的 Why Me。一年一度的李宇春 Why Me 演唱会在青岛热辣开唱。俗话说，好事多磨，震撼的现场告诉你，这迟到7个月的演出是值得等待的。劲歌热舞不插电，白衣装、机车服、头饰、裙装，春春时而化身帅气特工，时而变身性感小女人，让演唱会看点十足，秒秒钟都燥了起来。粉丝宠爱的春春也把爱回馈给了玉米，贴心的为现场的一对新婚夫妇送上了一个神秘小惊喜。我是听工作人员说今天有两个人结婚，我还是希望可以送上我的祝福。今天我要嫁给你了，今天我要嫁给你了，要不是每天的交通纷扰着我所有的梦，今天我要嫁给你了，今天就